今天柯群要唱的他2008年精选集里面的自己一首词曲创作，叫做《爱太痛》啊，爱太痛，好痛哦。其实柯群跟他每次唱的歌，就是我们经历的无视情歌的那个年代的时候，当时所有的大街小巷都在放吴克群的歌。其实为你停止，为你做不可能的事。做什么不可能的事啊？是当男佣啊？不是不是，所有歌都要连过去，男佣原来是一个连续剧。你分享一下你为什么会写这首《爱太痛》了吗？你是哪一段故事啊？其实这首歌不是写爱情的哦，就是因为小时候你出道的时候，你会很希望追一个目标，要变成第一，或者是要最佳男歌手。嗯。当我那时候做了一些歌，然后觉得自己已经有点成绩的时候，然后我在马来西亚那个颁奖典礼的时候，我觉得哇，自己出来哦，欢呼声很大 ，so good。但下一个人再出来的时候，哇，更 good， 更 good， 更大，更大，更大，更 good， 更大。然后我就发现我在追一个东西，但是你也许永远都追却追不到。想要却不可得，所以我就写了《爱太痛》。嗯，那就先唱了。爱太痛，爱太痛。你说过，哎呦呦，哇哇哇哇哇，就好像台湾偶像剧那种大笨蛋。好听啊，好痛啊。太痛了，好心疼这位男佣啊！哎，男佣吃不能吃，睡不能睡的，哎，睡不能睡的话，还是能够喝口水来，来，哎，好听，好听，好听，多痛啊！好听，好听，没有痛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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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痛点。我觉得这首歌写得很真实，就有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感觉，就是你说人体从头到脚所有的器官哈，你在。痛的时候，不管是破掉了还是受伤了，你都可以去治疗它，你可以去医院，你可以吃药，唯独心痛的时候是吃什么药都不管用的。哦，他有一个方法，他专属的，没关系。